开始一炮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男士。好，因为这张专辑叫做 To the Nice，其实是送给我们粉丝的礼物，所以顾名思义它叫 To the Nice。 To the Nice 还有一个含义是趋近于完美的，当然我们也不是完美的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但是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目标，也是我们跟我们的 Nice 们一起共同的努力的一个目标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包括录制歌曲和拍 MV 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休息的时间几乎是比较少。 MV 的时候大概是睡了三个小时，两天。对对对，然后大家是三天，我说的两天是拍摄两天，睡觉三小时。对对，睡觉三小时，然后大家都是几乎在通宵的为我们的 Nice 们在战斗。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情，比如说啊，笑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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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只有你哦，没有啊，是吗？只有我吗？没有人笑我 ，Justin 你不是你是被他感染，不然一起笑对。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？大家变小猪啊。来，这一首。什么叫变小猪？就是拍那个预告的时候，那个场地全是灰，然后啊，变小猪。然后你的鼻孔会过十分钟变一次小猪，就全是黑色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喷那个雾啊，一些烟花什么的，然后现场的空气。对，很对。还有我会弄那个粉色的烟雾，记不记得？哦，那个时候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它有烧一些东西，所以整个空间呢，你吸进去，你鼻子是黑的。后来呢，我跟子毅拍的一个 part 呢，有一个粉色烟雾，有拍那个类似粉紫色的那个烟呢。拍完，然后我们吸完进去，然后进去就是稍微清理一下，就是鼻子画眼线，主要是那个画眼影，主要是那个烟有一股，其实大家看上去感觉挺漂亮的，但其实它有一股屁味。有吗？对，他会有。对，是。我们把这个画面跳过。其对，就是大家在看 MV 的时候，他现场也会好奇是哪一种屁啊？哪一种？是吗？有点比较坏肚子，有点闷。OK， 感受一下。Jeez， 坏肚子。其实是没声音啊。对，有声音啊，忘了我们往前走那个声音。走的时候他有放那个一个很大声音，奖金还被吓到了。奖金，我被吓到吗？真的吗？我也有，我也被吓到，你不要乱。不是，一般人被吓到都是那种这样子小的被吓到。颤抖，对，他是颤抖，但是奖金被吓到，整个人砰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说我，因为昨天那个第一次那个昨天放烟花的时候，你们也吓到。我没有，有自己去上网看。就昨天我们的那个，没有，我只稍微找一点。专辑的发布会，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因为刚来的时候都是为了拍不拍这个 MV， 大家都是那种减肥，就各种减肥，然后就特别瘦，你知道吗？特瘦。这个你比较发言。你知道导演跟我说一句话，总感觉那个就是第一天拍完了以后拍的哇挺帅，第二天开始拍，然后结果发现导演说哎程程去哪了，我就在那拍，然后说程程去哪了，因为那个脸肿有点不像我，你知道吗？那肿有点太过分了，从 9% 直接变 18%， 就每个人脸都乘二。九乘二，对，乘二。还有陈正，其实当时好像你是几天瘦了多少斤？三天17斤 ，crazy。我都能一下吃到20斤，怎么就不能瘦17斤？那现在又胖回来了。就是前可能三天前肚子是空的，就吃不吃，然后也就运动，然后那种。运动啥时候运动？那我在偷偷的努力，你懂吗？说到运动，我们得讲一下我们三剑客是不是？我们在拍 MV 那个时候啊，就是还是有坚持健身的。然后我们组了一个三剑客，就我长得像小鬼，我们三个每天都要去健身房练到那个健身房关门。每天你看长进练，哎，我记得我看你看见这能看在长进长进你这个就是
说到他们三剑客，我就要必须要说一下，我们有个二球友，二球友，二球友，二球友就是打球。我们两个是那个桌球球友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台球啊，对对，台球，对对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他们去回去练剑，我们中间有很长待机的时间嘛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片场在很偏远的地方，那个片远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出去了，大概早上几点钟来着？出去的时候大概是3点多吧，对，凌晨3点钟，然后我们翻遍了那个小镇里面所有的台球店，大概翻了7家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有7家，我们找了7家台球店，全关门了，全关门。这些大表，第四，这不用讲，其实有个深藏不露的，是，对，哎，对，没有，我们剩下几个组，一个组合叫吃瓜群众，就是他们，我们就吃瓜群众，打台球的时候我们就当瓜，哈密瓜，哈密瓜，对，面，其实其他人都是面友，面友，我们是面友，面友泡面，我们这是3+3+2是5，然后剩下5四个面友，面友，这是肿的最肿的就是我们四个应该。你是说你是说 MV 最中意吗？这个问题有点挖坑，你先说你看到了什么元素，你先告诉我。你说。其实我是知道这些元素为何会造成我们这个主题啦，那只是要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像你在看一部电影好了，有一些电影它不告诉你结局，可是它会让你有很多的遐想。对对对。但如果你一旦知道它真实的一个原因。跟你心里面有所不同，就说啊，原来导演是这样设计的，他跟我不一样，那就没那么美好。对。但虽然说我知道这个结局也是比较算是比较正面、比较正向的，但我还是希望粉丝可以用他自己的故事、他自己的经历去看这个东西。如果想要知道的话，打给我，我可以单独告诉你。可以哦。我那请说一下电话号码，公开一下。那个。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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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拨打屏幕下方热线。其实我对我觉得这种元素其实最搞笑的有一点，其实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，但是就是可能我也是一种就是观众的思维，又看一遍我的 MV， 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我研究一下这个剧情，就是一开始坤带着我跟农农先就是感觉像九个孩子跑丢了，然后结果坤先带着我跟农农，等一下我带着你俩，然后九个孩子跑丢了，等会一共几个人？六个跑丢了，然后呢我们三个坐一辆车，然后小鬼跟那个严俊他们去自拍了，然后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然后就跑去自拍了，然后就不知道找不着他们了，然后呢那个钟婷就在那个舞蹈室里瞎翻跟头，然后没有，我也在找吧，哎，一看你就没有认真看我吧。然后呢 ，Justin 是莫名其妙的想刚想回，就是想刚想跑，这样导演会哭。刚想跑出去，然后 Justin 跟坤碰上面了，然后就这坤把他抓走了。然后子毅是就是那种操盘者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宿舍宿管的那种感觉，宿管，然后在里面就看监控室，就宿管保安大哥，今天哪个箱子又跑了？那种感觉。你这说的说那种，对，说的还挺有道理是吧？对，说的还挺有道理。其实就像大家说的，其实你看，像每个人其实对他的理解都是不一样。然后长机就是那种中二病患者，中二病。来总结，波动时钟以为自己有控制时间能力。总结一下，其实，就像大家说的，其实我们这个 MV 它拍摄的目的就是留一些悬念，这个悬念呢，就是给大家造成一些遐想的空间，这样空间呢，就是。可能每个人看对他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，这样是最有趣的。就像一杯水一样，它如果放满了，没有办法再加更多的水进来，它留一点余地的话，你可以加你自己的东西，加你自己的想法，或者你自己的一些理解。所以你看这个 MV 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一些固定线索，比如说在互相寻找，还有一些龙的图腾，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些就是我们九个人是再次集合，或者怎么集合，或者我们是有一个凝聚力，我们凝聚力是什么，然后会互相的一些关系有一些线索，然后让你去猜测，然后它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像龙的图腾啊，其实是代表了我们中华人，对，龙的传人，对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然后它不是有什么拼图，其实就是我们是每一块拼图，所有拼图拼上来才是一幅画，所以是有很多线索和很多理解的，是，嗯， yep yep， Jesus crazy， Jesus crazy，可以，很棒很棒。特别是金光出太多次，不但唱跳有进步，现在口条都越来越好，很棒很棒。
我们彼此的单曲都会唱的，互相都会唱的。比方说，就算这条路再艰难，哎，都够啊。对，像小贾的新歌，小鬼的 Unicorn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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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，词儿是什么？我也觉得。噔噔噔 Unicorn。啊，他，不是你是吧？哎，彩色。我记得，彩色。解救恶龙公主 baby， 解救恶龙 baby， 解救恶龙 baby， 哎，其实回家之后也都晚了啦。如果你说真正有一起干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一起坐在客厅里面尬聊。没有，我们有一个王守俊哦，但是他们那个有在楼上买了。两台是吧？两台笔记本，对，买两台电脑，就是顶配的那一种。对，跟大家说一下顶配，真的是顶配。你会骂邓火？低配，他们可能会在楼上，然后还会玩电脑这样。会，昨天我们两个来 Justin， 来，昨天我们两个，像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做饭的，做。先投水机。昨天我们回家以后，其实是有一个小的团建的。然后首先啊，咋这样？我们团建就是互相做饭吃嘛。其实大家都有开餐厅或者是一些啊做菜的经历。然后昨天就拿出来大家互相品尝一下。我昨天做了一个口水鸡，然后Justin 做了一个那个可乐鸡翅和糖醋排骨，对，都一致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和称赞。他们两个的好。互相好评，大家的好评。我承认很好吃，好吃的。对。我觉得谁做饭最好吃？你这个问题有点没有对。你这个问题有在厉害的，有在厉害。没有，你要问一下，这个问题在纸上吗？都各有千秋。对，好奇心。很好吃。其实 A O A O B 的拍摄。瞎拍啊！没有看。没有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在每首歌的录音的过程中，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自己发挥的一些过程。Yeah. 比方说，在唱这一句话，可能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会加入自己的语气。嗯、那负责 rap 的同学，他可能会在录音室里面 freestyle。接下来还有一首情歌叫《离不开》，像小鬼有在里面 freestyle， Justin 和子怡都有在里面创作，都会有一些自己平常的创作的习惯。有就是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备注？有哎，我是有，但是我告诉你说一下，就是我也有，但是我觉得不能说，不太方便。我觉得跳过这个，我想听，我是给有长进的备注，什么？油腻腻，那是我的网名，我给他是青蛙王子。我给他的是小青蛙。小青蛙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有钱，我可能觉得有点像那种，就童话故事，你知道那种绿色的那种特别大眼睛那种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小青蛙。饭菜吗？好，我最近早完了，今天都来齐了，这个止不了了。本来小鬼没来就止小鲑了。这个上次有一个梗，就是我们采访的时候，谁没来就止小鬼。对，去看是吗？都挺烂。经纪人谁最烂？经纪人，我们都很勤快的，从来不赖床。好多选择，好困扰哦。到底要选哪一个嘞？一定要播出来！剪掉！刚刚有麦克风，剪掉！麦克风声音干扰刚刚。那我们就说今天谁来的最晚？今天谁最后一个到的？今天，我今天特别早。
你拉倒，我们三个就我们宿舍你是最后起的。其实我是最后一个到的，他们把我忘了。咋回事？哎，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故事。你不能讲，等下还会飞。没有，就是、你起再晚，你都比朱永清早。不是不是，没有。你没有资格说。他今天比我早。今天这一天啊。谁想听？我想听。直接问。我真的想听。我想听一下。你快说。其实就是他们今天把我忘了。啊？没了。就出发要坐车嘛。嗯。然后大家我在房间，其实我也起很早，我吃完早饭我就回房间收拾完，然后我就在那等，很兴奋。然后我过一会儿下楼，我说喝口水，然后没人了，都走了。我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在发现，我想，哎，子怡是生气然后提早出去了吗？我想，哎，子怡在哪里？然后我就发信息，然后他们又回来接我，就把我忘了。OK， 我还在家。Hello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毅，然后很久没见你们了，然后非常想你们，然后我们最近呢发了新的专辑，然后有很多新的舞台，请你们多多期待，然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，然后不管你们对专辑有任何好的或者是或者是有哪些建议的话，对，就请留言给我们，然后我们会一定会看的。 对， Power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范丞丞，然后时隔很久，然后再次见面，然后大家看我们大家都换了一副感觉像新的面貌，然后呢新的气象，然后呢希望呢我们新专辑没有让你失望，然后呢也是像子怡说的，然后你们给我们的建议我们肯定会认真的倾听，然后呢好好的改变，继续，然后继续的成长，然后希望你们也能一直陪伴着我们，谢谢。朋友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徐坤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第一首的主打歌《创新者》已经上线了，希望大家在观看 MV 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感受在里面，然后也可以欢迎给我们留言，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和看法。那马上，我们的第二首主打《I Need Doctor》也会上线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能够享受哦。这支 MV 我觉得拍的还蛮不错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另外还有几首好听的抒情歌，还有对 ，L 很洗脑的歌曲，对，他们应该很期待吧？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应该都在等。哎呦，这张专辑有一张秘密，其实这张专辑有张秘密。哎呦，王牌是吧？王牌是不是？王牌。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专辑。莫名其妙。如果你们要觉得好听，我们可以拍一下 MV， 是吧？Hello， 泡泡圈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除了要请各位 nice 们支持一下我们的新专辑《给你们的 To the Nice》以外呢，还是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对吧？下次见。祝泡泡社区的，不，祝泡泡的，慢点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祝泡泡的粉丝朋友们，然后首先一定要多多。什么玩意儿？泡什么叫泡泡粉丝朋友？你说完说清楚。首先要祝我们的 nice 们啊。咋的祝 nice？ 前面话没说完呢。那你要说啥？你说。你说啥？打了一天天，真的没有用没？就没有什么话要说，就是要多支持我们的新专辑。然后天冷了多穿衣服好。你看，我都说早上不能早起吧，你看又精神都不正常。这个胖小朋友，大家那个舌头捋直，你还更混啊，兄弟，舌头捋直更火。哎，各位朋友们啊，新年快乐，好吧，祝大家万事如意啊。然后大家祝愿我们专辑，哎，nice。到我了。哎呦 ，OK。就刚才他们就是关于像我们主打歌也介绍了，然后小鬼新年快乐也都说了，然后我就说离最近了，我是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泡泡圈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圣诞圣诞主大哥啊，冷静一点啊。泡泡圈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了，讲得很清楚，泡泡圈的朋友们，辛苦啊，我是林彦俊啊，对。在这个冬天终于用新专辑 To the Nice 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新专辑，然后也陪你们过一个温暖的冬天，谢谢。泡泡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有长进，希望 To the Nice 这张专辑你们会喜欢，爱你们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